全部畫筆準備投落跑馬地錦標，準備一拉就啦，見到呢個九龍堡雷射堡星首先搶咗，跟住個普通之寶君樂星亦都唔慢嘅，然後就發達之星亦都搶嚟第三位，最後多少見到超級飛彈啦，然後就風雲群英啊、勝利拍檔，然後就係呢個羅馬精靈啦，班尾一對馬就係寶山同埋先過你，開始落大斜坡嘅時候啦，雷射堡星放咗出嚟咧，至少有成兩個馬位嘅，九龍堡啊吊住喺第二位，跟住咧就有發達之星啦，同埋呢個君樂星，最後多少就超級飛彈，大入呢個普通之寶啊，留守喺第六位嘅內欄位置，跟住呢個風雲群英亦都過埋佢添，最後多少見到有呢個勝利。拍檔然後就羅馬精靈啊，跟住先至係先過你同埋寶山喺個尾度嘅，開始落大石鼓轉翻咁滯啦。雷射寶精仲係扯放扯流啦，前面有個零馬位嘅，呢只九龍寶仲係咬住喺第二位，呢個發達之星啊吊住個第三位啊，然後就係風雲群英叫住嚟上啦，然後就係君樂星俾佢叫咗出去出邊啦，跟住先至浮動之寶而家貼緊難追上嚟嘅，一轉入直路嘅時候見到呢個雷射寶精啊鬥緊九龍寶啊，最後多少有發達之星啊，然後風雲群英啊，跟住就係呢個君樂星咁樣嘅，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，九龍寶啊過咗雷射寶精啦，跟住有發達之星。就衝緊上嚟啦，然後就係有呢個普通招，而家呢上，跟住就係風雲雲鷹接近中呢個時候啦。九龍寶啊，頂住呢只發達之星過中啲，九龍寶第一，發達之星跑到第二嘅，頭二馬都幾接近噶。普通之寶大熱跑到第三。九龍寶啊，呢個跑馬地錦標真係跑馬地王嚟嘅真係。咁啊，今場咧一路跟住只雷射寶星。冇冇短啦，冲上嚟！发达之星沿途都守住个好靓嘅位置噶啦，普通之宝亦都冇蚀个位。咁啊，接近终点嘅时候，发达之星力逼呢只九龙宝，两匹马相当接近噶。要影相，九龙宝、发达之星，第三名咧就系普通之宝。好啦，呢场咧九龙宝啊真系犀利啦，俾佢唞咗一个月，翻到嚟又有翻。